Hello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小技巧，这是梦剧场 Jump Patrucci 很常用的。我们平常在用的 Power Chord 啊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常常都只会用到弹到我们的一度音、五度音跟八度音。那这样虽然是很普遍也很方便，但听起来却会有点无聊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在弹奏的时候加入一些空弦音，例如说，第一弦的 E。第二弦的 B，好，那我们就在下面的和弦进行加入这两个音。第一个就是升 C5，第二个是 B5，第三个 A5，第四个升 F5。好，那我们在加入这两个空弦音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我们不管是在刷我们的 power chord。或是呢，弹分解和弦，这样子加入这两个空弦音呢，都会让你的和弦跟你的和弦进行加入更多的味道，让它听起来更丰富、更好听。好，这就是今天要。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简单的小技巧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